6岁耶！天哪，太我不可知爱道。了。但我们其实对年轻，你知道，年轻人的印象就是精力旺盛啊，很有活力。可是刚刚听说你们在筹备上呢，就是一路以来这样努力，其实你们睡眠没有到很多，对不对？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我觉得，因为我们是学生，所以我们要除了筹备我们作品之外练习，我们还要有学生的责任。然后像我的一天就是早上要上课，下课之后去公司，公司完之后回家读书。然后我觉得这么充实跟忙碌的这个日子，对我们五位都是好事，因为可以短时间内精进自己的实力，然后也感受到当艺人是多么辛苦。对，哇塞！所而以，且我们拍 MV 的时候。之前不断的练习，就是每天晚上啊，就是大家放学之后，就会在公司排练这样子，所以其实，我们准备了很久，然后也很开心。对，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的努力，就是为了要筹备。